嗨，各位跑者大家好，到了农历新年时间，这边先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那其实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呢，也是日本的跑鞋的鞋厂它陆续要推出今年春季和夏季主要这个路跑或是慢跑鞋款的一个时间哦。那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备受跑者所期待，即将在今年春夏所上市的最新的 Tusser Zero 亚瑟士的 Tusser Zero 第五代的跑鞋。那这款鞋其实一直在国内以来都备受跑者所很高的一个推崇哦，那主要就是它相当均衡以及相当轻量，适用于路跑竞赛的一个设计。那第五代的跑鞋有什么样的特别呢？其实它整体的结构和整体的这个重量比重配置上和前一代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呢，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底的部分，它采用了全新世代的中底，那就是 Flight Foam 这个材质，它取代了过往一直以来所使用的这个 solid 材质，那以这个全新世代的一个中底呢，来提供这个 Tusser Zero 5一个不一样的跑感。那这个中底较过往传统的 EVA 有减轻了将近一半以上的重量，所以它本身的值是非常轻的，但是也能够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弹性。不过呢，因为它本身比较轻，所以说它在落地回弹的感觉，也许有些跑者会觉得没有过往来的那么扎实。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设计，它在大底的配置上就提升了一个落地的刚性，以均衡一个轻量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先从大底上来看起哦，大底可以看到前脚掌的部分，在整个鞋底的平台来说占了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就是它希望穿这双跑鞋的人是有一定的体能以及追求成绩速度感的一个跑者。所以可以看到呢，它在前脚掌的颗粒的部分呢，采用了这个双层式的这个大底的设计，绿色的硬质颗粒提供落地时最初的抓地力，同时呢，蓝色在绿色底下面的这个蓝色的三角的一个辅助的颗粒呢，让你的脚掌落地弯折的时候有比较细腻的脚感。同时可以看到，这大底切割勾纹，顺着轨迹导引的这个切割勾纹的时候，有蓝色的这个叫硬质的橡胶。那这些点呢，看起来好像只是穿插，但其实它提供了一个脚掌从外到内侧一个过渡到推进的这个过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刚性。那在中底的部分可以看到，它仍然是研究了这个过往的一个双层式的一个架桥，在内侧的部分提供是一个比较硬质，让我们跑者在落地踏地的一个瞬间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在外侧这个部分相对来说稍微比较 Q 软，那让我们跑者呢从脚掌的外侧过度内旋到内侧离地的时候，这个扭转的动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弹性和辅助。那最后是可以看到在脚跟的部分，它第五代的设计呢，大幅减少了这个脚跟的这个鞋底的面积，那也就是希望呢跑者能够尽量用中前足着地，那也在后脚跟的外侧呢提供一个稍微上扬的一个弧度，让脚掌步态落地的这个内旋的动作能够更加的流畅。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鞋的这个中底是采用了最新材质的这个 Flight Foam 的一个材质，那在鞋底的材质之外呢，它在这个勾纹的设计也更加的细腻，可以看到在鞋底中底的侧边有一个细部的一个勾纹，那这些呢就是让跑者在脚落地压缩以及扭转的时候，中底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灵活度。最后是看到鞋面的部分，鞋面的平台跟前几代比起来相对来说变化就比较少，它采用了内椅皮，然后贴皮面以及这个合成皮面，还有后脚跟杯以及后脚跟塑胶垫片，以这样的方式去组成一个鞋面的框架，让这个脚背呢能够有一个很好很舒适的一个包覆，但是又不会增加过多的重量。亚瑟士 Tusser Zero 系列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跑者所非常推崇，甚至有许多跑者会拿来，不管是慢跑或者是路跑竞赛都拿来使用。所以我个人呢，会比较建议这双鞋呢是要有一定的体能和技术基础，你才能够发挥这双鞋它真正的一个性能和效益哦。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不妨将这样的一个轻量路跑竞赛鞋和一些慢跑的鞋款交替的穿着，那能够让不同的肌群有一个更好的适应，也让你的动作更加流畅。那当你在穿上Tusser Zero 5这种竞技路跑鞋的时候呢，上场比赛才能够有一个最佳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的跑鞋研究室介绍给大家。